国元年2月15日，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投票，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。查世界历史，选举大总统获全票通过者只有华盛顿一人，同人申姓袁公为世界第二华盛顿，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，共和之幸福，时机此日，升共和国旗。